阿妈，我们播出过后，行李有卡好吧？有。谢谢。谢谢。你打关机。谢谢。阿妈，你甲粉丝讲一下。各位牛粉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云林石岩阿妈，很谢谢你们捧场与指教。很多粉丝都送我东西啦，啊来都拿东西来我吃，真的把你当作自己的阿嬷，我都叫大姐就好了，哦，大姐就好不要老啦。所以阿嬷，你现在有什么愿望吗？对这间店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这间店冷气吗？让我生意更好。我买冷气咧，我哪有冷气室的哦。啊、你还较骨力做的哦？无，我看我真正哦，拄到恁早真正我今日才有这种心情。无啦，咱缘分。我们是把阿嬷的大女儿从宜兰叫回来，把阿嬷骗出去，不然阿嬷都坚持下午也要做生意。对。然后小女儿等等会帮我们开门，我们就快速的安装。安装完，我们就等阿嬷回来，你就跟阿嬷聊天，最后再让阿嬷发现冷气帮她换掉了。哦，那我们就直接去了，好不好？店长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反正我看你店里也没什么人，好，走。我们今天阿嬷下午翘班，带她出来逛街。阿哥，你有啥咪要改？网友粉丝讲的。谢谢啦，我现在身体有较用啊，啊，都查某仔仔婿拢对我做好的，孙啊对我做好的，所以心情也好，身体就好啊。谢谢网友大家对我的关心。好，那我再把影片上传给大家看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鼓掌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，昨天我们又见面了。她是石原阿嬷的二女儿。二女儿，如果大家有看那一集的话，应该就很明显嘛，对。那一次拍摄之后就调去嘉义，现在是搬到嘉义住。哦，阿嬷就是一个人。对，阿嬷现在就是一个人在店里面忙这些这样子。那像我们拍摄之后有差了很多吗？有，到现在还有很多牛粉都是专程来给阿嬷支持，所以我现在搬去嘉义，阿嬷都会拍照跟我说，哦，我今天跟哪个牛粉拍照了。其实我搬出去，阿嬷虽然一个人，可是她有广大的牛粉其实在陪着她。鼓掌，这个要哇！谢谢牛粉们，谢谢，真的很感谢，谢谢牛粉们，非常谢谢你们。我们也很谢谢阿嬷，是啊是啊。而且鼓掌，其实我们很感动。一般艺人的海报通常都是会被大家乱丢，哎，你看，但鼓掌的海报，每一位粉丝他们都很珍惜，会裱框，然后初一十五也会放个水果。哎，鼓掌！我们刚一进来，焕然一新。哎，我刚一进来，那个地板整个全部换过，地板、天花板、电灯也全部都换过，打掉重练。墙壁是之前立邦，对。然后桌椅也全部都换掉了，桌椅也换新的。对啊，青江架的骨架，阿嬷爬上去油漆，因为又要省钱，她自己爬上去。哦，真的？哎，爬落来开更加多呢。对。鼓掌。那阿嬷现在状况？刚好姐姐从宜兰突袭回来看妈妈，因为我们跟大姐讲好，大姐从宜兰回来云林突袭阿嬷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嬷平常怎么样？就是很舍不得关店啊。然后像今天大姐回来就说啊，不然晚上休息带出去吃饭。她说不要，这样客人来会吃不到。结果妈妈就叫我回来顾店。他就真的很怕那些粉丝来，然后吃不到，然后生意又跑走。对，因为他会觉得好不容易十年了，可以有这个成绩，然后会想要很努力、很努力的去把它经营下去。哦，我要哭了，所以他都会舍不得关。你不要讲关，你要说打烊。哦，打烊。而且阿嬷，我记得在过年左右，她的手是不是有出一点问题？她那时候就是这边肌腱炎断掉。生意太忙的原因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也是长期，长期再加后续你们拍摄完，的确真的也更劳累一点。所以你现在在抱怨我吗？没有没有。我们已经进来十几分钟了，对，啊，到底什么时候要装？好热哎！我知道，鼓掌，你很热的，不会想吹冷气，因为我们全身都……哎，你看，哎，口龙打麻了，打麻了，哎，真正打你啊！哎，真的啦。他旧品牌的那台冷气是度数不足，然后因为它是定频机种，所以比较耗电。那因为阿妈一直有考量到。就是让 K 啦，就是靠奎丁 K， 反而很耗电而已。两位师傅有看阿嬷这一集的影片吗？对啊，很感动啊，把上脸来啊。你会用什么样的服务来帮阿嬷装？真诚的心了吧。
嘛。我好难开口，卖讲今日个阿妈服务，全台湾性拢同款。对对对。每一个师傅做的拢是足感谢的。哎，你看，如果没有客人，阿妈不开冷气，就是这么热，我们都受不了了。希望这台冷气装上去之后，客人来阿妈都能一直吹。好，那鼓掌，让师傅赶快装机，再把阿妈 Q 回来。Q 回来。好，那麻烦师傅喽。OK 了哦。OK OK OK, okay.。哎，国林，阿嬷超难骗，女儿快 hold 不住她，她一直要回来，很怕她自己的店被搬走，所以女儿刚使出了杀手锏，然后妈，不然我们陪你去看一下冷气，女婿带你去挑，然后挑完，女儿跟阿嬷说，哎，有点贵，我再考虑一下。让他心里有失落感，然后回来再给他一个大惊喜。对哦，等等，姑丈，你去接阿嬷，就把阿嬷带到座位上，不要让他看到。这一点我很有信心。现场人那么多，他一定是会看着你们啊，听众来啊呢，他绝对不会注意到这个。真的哦，哈，阿嬷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规定过来找你呢。哎呀，真的。真的，你怎会出去？你怎会没做生意？对啊，我们想说来吃骨头鱼羹，结果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里来云林拍摄，结果好，你出去乱溜人，我嘛足急的呢。啊，你急啥？啊，急啊！伊即马龙要甲我切掉，我倒看拢看无啊。无啊，伊讲今日看到阮走来啦，因为阿嬷店内有摄影机，女儿帮我们把它拔掉。阿嬷担心店被搬走，阿嬷，我们播出过后，生意有较好吧？谢谢你打官司了，谢谢你跟粉丝说一下，各位牛粉们大家好，我是云林石原阿嬷，很谢谢你们捧场与指教，很多粉丝都送我东西啦，玻璃那边全是粉丝送我的，他来都拿东西来我吃，真的把你当作自己的阿嬷，我都叫大姐就好了，大姐就好我要老啦，这次来阿嬷的心境跟上次是不一样的。你根本来拢爱讲话拢无参加过，主持呢？你起码规个拢迄个灿烂的笑容。上次真的赚无钱啦，还阁拼到要死。看了好感动。啊，其实我是足感谢恁，互我有今日的成就安尼，由衷感谢。我讲真，我看到恁好起来，我嘛足欢喜。谢谢，就是鼓掌、连胜、谢义宏、连成，还有其他我都不会认。团队所有人，所有谢谢你们。阿嬷，这假帮你做诶。哦，我客囝，客新妇。哦，我跟大家讲，其实姑丈不喜欢节目人家输出贴在店里面，但是他刚看到，他说觉得好温暖，因为阿嬷做得很好，做得很用心。因为有时候人家输出那个画质很差，而且经纪公司有时候会念我们说啊，你怎么都会输出，让人家这样到处贴。但是这样哎、欸，有设计感哦，感觉你很像是他老公，有没有？啊！你大家，大你讲，你唔好干那人客来才开冷气，大你嘛爱开啦，无真诶就热。我家己唔敢吹啦，啊人客我一定好吹啦，啊到人客来走我就关啊。我嘛是。啊！你无变频啊？你都了得？无你顶时阵也白买变频诶。爱时阵都无遐侪钱，你是。哦，变频诶较贵啦。对啊，大哥也买中国诶咧。这台是中国诶。对啊。所以阿嬷，你即卖有啥物愿望无？对这间店，你上大诶愿望是啥？这间店。冷气嘛，让我生理较好咧。哎、欸欸，我买冷气咧。哎，我哪有冷气先咧哦？哎呦，我去全国电子，甲伊讲你诶故事，啊，因足大方诶。就上一台，不可能啦！真的啦，把你怪出去，我旧下晡拢直接把你用冷气。安尼啊，啊、喔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刚刚问讲啊，敢袂使让我用分期的？伊讲有信用卡，我都无遐物件，我有电报卡咧。伊讲，哇，安尼讲，伊讲啊，都无多多爱用信用卡，我都无遐啊。你爱较骨力做诶哦、喔，无，我看我真正哦，拄到恁遮真正，我今日才有这种心情。无啦，咱缘分。啊，无我一只苦拼遐侪年，真正，即马拄到你，我才有出脱去。嗯。我一只吼，就翁走了，我家在咧丢拼咧，拼即马都
啊咧吼，拄着恁阿多，我早囝早孙啊拢会晓，啊，互我呢才今日有这种场面安尼。谢谢，谢谢大家安尼。我们希望阿嬷能开好冷气，好好的做生意，唔好打地嘛掉刷。我真正就是啊，小好友叫他。